就如果说相声，你这都没文化，就不行。要不说相声，这都没地儿上班了啊！所以说，得让他们好，得大。我们也踏着接下来舞曲要去全国巡演啊，然后北京、上海都有大剧场。你看那边那个周老师，我们做的德云社这个20年存的所有演出啊，连美国的了啊，欧洲的，全国各大地区的啊。所以说，之后不能光做相声，相声挣钱啊，舞曲必须每人都得包剧场，要不然咱没法儿交啊。5月8到11日，天津中华剧院，记得来看德云古曲社。